老公老公，你啲罐头喺边度买噶？咪楼下间新超市咯。你买嗰时冇提清楚嘅咩？全部都过晒期嘅。唔系啩？我见佢咁新正，冇留意添。前几日我都见佢卖过期食品，同超市经理反映咗都冇改善嘅，睇嚟要向市政处反映下啦。好，等我即刻打电话过去先。啊，28。老公，而家除咗打电话，仲可以用市政在线 app 噶。有 app 咁方便，点用噶？嗱，老公，好简单噶咋。打开市政在线 app 之后，揿入去即时反映意见功能。首先选择你想反映嘅意见范畴。系咪即系食品安全啊？醒目喎，老公。选择咗类别之后，就填写发现问题嘅地址，然后揿下一步。咦，佢要俾相，应该俾咩相呢？可以提供一张超级市场嘅外观相片，唔好就咁影个门口啊，最好影嘅范围大啲。当然，如果可以提供埋张单同过期食品嘅相片就最好啦。填埋个名同详细内容，最后揿一下提交就得噶啦。你俾嘅资料越详细，市政处就可以更加清楚了解反映意见嘅内容。老婆，提交完之后要点样先知道佢哋有冇处理紧个案噶？只要揿入去查询个案，就会知道个案进度。当市政处处理好个案之后，仲会透过手机短信通知处理结果添。哇，真系好方便！等我都嗱嗱临 d 翻个市政在线 app 先。市政处与你共建美好城市。